打开了。啊，他怎么打开？怎么做的？刚才怎么想到？教授，我。你上课就只画了这个？教授，你想让我画其他的吗？你上课画画是觉得太简单，还是学得够用了，又或者对其他更有兴趣？什么？你说呢？画的好像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我那个是，我发誓，我对教授一点私心都没有，完完全全没有邪念。这是什么呀？内存卡你的？不是，我不是我的，我不知道。拍的真好看。我纯粹从客观角度，这也不是我拍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清清白白，毫无邪念。是的呀，这不是我拍的，而且我的蒙脸是腹肌跟锁骨，这完全怼着脸拍，根本就不是我的风格。好，这件事情我暂且不谈，我现在只想知道你是怎么打开这个盒子的。怎么打开的呀？普通方式无外乎三种：水平、垂直、旋转。你用的哪种？都不是。这东西呢是仿古建造，古人的习惯和我们完全不同，所以呢他会把接入口设置成45度，然后往前这样一推，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。谁教你的？我爸是古建筑修复师，这种东西家里一大堆，从小就会。知道打开盒子的奖励吗？知道一点。有什么要求？什么要求都可以吗？违法乱纪、违背本人意志的一律不行。啊，我没有什么其他要求，我就想天天看见你，能多和您接触接触。